我嫂嫂救过我一命。哥哥和妹妹之间其实两个就会吵架，我自己也是很 A 小，就是硬要跟他冲，这样他就说来啊，你有种你打我啊，来啊你打，我哥就这样掐我的脖子，我就开始看不到妈妈，妈妈说缩小之后，我嫂嫂就在那边说你在干嘛，你给我出大手，然后我哥才把手放掉，他没有用呛的，他没有就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